韩国最大女团之一 TWICE 的成员在 INS 上能赚多少钱。今天让我们来了解一下，这些数字是由社交媒体审计师估算的，根据关注度数量、参与度、平均喜欢和平均评论这四个因素来计算。Momo 可以要求平均25000美元的 INS 故事、56000美元的图片帖子和12000美元的视频帖子。子瑜可能需要大约24000美元的 INS 故事、54000美元的图片帖子和107000美元的视频帖子。知晓的 INS 故事收取23000美元左右的费用，图片帖子收取51000美元，视频帖子收取102000美元。Mina 的 INS 故事平均要求21000美元，图片帖子平均要求48000美元，INS 视频帖子平均要求97000美元。DN 的 INS 故事赚取大约20000美元，通过图片帖子可以赚取46000美元，通过视频帖子可以赚取92000美元。那年的 INS 故事大约20000美元，在 INS 上发布图片可以赚到45000美元。在 INS 上发布视频可以赚到91000美元。三奶的 INS 故事收取大约20000美元，图片帖子收取45000美元，视频帖子收取90000美元。彩英的 INS 故事收取20000美元，图片帖子收取44000美元，视频帖子收取88000美元。多贤 INS 故事的收费约为18000美元，图片发布收费41000美元，视频帖子收费81000美元。对于如此吸睛的 TWICE， 各位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。